定是胖呀。原名赵丹，赵本山女弟子中最胖的一个，曾经胖到230斤。1986年出生于辽宁开原，距离铁岭很近的一个大城市。在去年的欢乐喜剧人上和宋小宝有过精彩的演出。别看人家胖，可是找了个帅老公，他的老公就是杨团长杨斌。两人从17岁开始搭档演出，由搭档变成了夫妻。二人传中这样的搭档变夫妻着实不少，天长日久在一起演出训练，别人想插进去都难。就像玩花样滑冰双人滑的选手，像申雪、赵宏博、唐青、童姐都是这样。杨斌说2001年认识的时候他也就110多斤，后来他越来越胖，我才90多斤。我就说让他就展示他的胖，用他的胖通我的手形成反差逗笑观众，效果很好。但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胖呀也不想总这么胖下去。通过努力减肥，人家现在也是女神一枚了。据自己说瘦到120斤了，人家现在的画风是这样的。